盘点那些天里生女儿系列。我说一涵，我觉得很漂亮，说我想跟你结婚。真的？谁呀？徐晨。我明天就问问他。你明天已经见谁了？你怎么问我？我明天在门口把看到他，我就把他抓住去问问他。你问问宋一涵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真的。嗯。真的。昨天我不喝了。什么？生气了？对。你吃吧。你不喝，我喝。你喜欢鬼火少年吗？喜欢。那他要是蛋炒饭做的特别好吃呢？爸爸，嗯，你这么喜欢吃个梅子，哦，谢谢。哎，爸爸，哥买个啥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吃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你要给我买啥？爱莎公主。嗯，好好好，给你买。哎，上了鬼子当呀！你抱着我睡觉。嗯。可是。你多大了爸爸。亲爱的爸爸。你把我梦梦嘛给关上电池吧。啊，好好好，马上马上。妈妈，熊猫。熊猫今天不是看过了吗？嗯，我想逗你熊猫。爸爸，把我打开吧，求求你了！爱我就不要喝酒嘛！一点点。不要你爱我就不许喝酒。一点点。不行。来。不要嘛！爸爸，我想买玩具。买什么玩具啊？玩具又不能吃。那我买塑料玩具。什么塑料玩具？塑料也不能吃呀。那我买什么？只要不能吃的就不能买。回去吧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知道。大海，我不想加幼儿园。老师了，舒服了吗？老师会看到啊。大海，我逗你玩吗？你是个女孩。啊。你女孩，你吃饭你不得文明点吗？是这样吗？差不多吧。装啥子？都已经10点多了吗？嗯。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热菜啊？爸爸吃了吗？爸爸应该吃了吧。我怕他没意思。你怎么那么爱爸爸呀？我也爱你吗？谢谢你啊，宝贝。爸爸，你喜欢我吗？嗯。你喜欢我吗？嗯。你喜欢我吗？你说。你喜欢我吗？傻子。妈妈。哎。你为什么生气呀？我没有生气。你那个眼睛怎么这样？哪里的？潮汕的。我听不到你，大声一点。你有闪亮就闪亮就闪亮。爸爸。你能不要那么瘦吗？今天还有最是个美女，是个美女。